这个不锈钢的钢圈非常新，跟金线非常新，里面内饰刚刚的新，刚刚的新，非常好，非常新，刚刚的新，钥匙在这里，刚刚的新，刚刚的新，刚刚的新。有冇第二个字唔似一点？你哋边个 case 翻你一铺唔收佢8999999啊？到最尾发现你啲公司所有盈利项目最赚钱就呢架车，所以话我哋要开多啲会。我哋今次开会嘅过程中，我喺度擦咸鱼擦到呢架车，咁然之后越睇越上头，越睇越上头。沙爷不用说，今朝先买真系唔系剧本嚟噶，所有事情系今朝订嘅机票，今朝出发。我哋已经买咗呢部车，然之后啲同事嘅表情系咁。一系一波未停，一波又起，搞完一单又一单。呢只波大啊！呢次，我觉得其实我对情怀之中心嘅一个锻炼嚟嘅。你对我嘅锻炼啫，一个锻炼嚟。乜嘢？你了解部车有几多啊？咁啊，冲上去攞。我大哥啊，等等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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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冲上去玩嘅閪佬，你个节目唔系叫冲上去攞噶。你唔攞翻嚟，真系得玩啦。玩閪大咗啊！我同你讲啊，呢个行业咧，二手车行业最缺乏先嘅咩？信。信任啊！我要俾多啲信任。你要了解先可以信任佢噶。唔需要我太信，话系咁我就咁我就信，我就讲个信字。我要俾呢个行业注入信心。喂，大哥未买车买过咁爽快。你同佢沟通过啲咩先？咩啊？今日你同佢沟通过啲咩啊？可唔可以俾钱咯？得咗啦，就去啦。就系美国总统座驾啦 ，exactly 就系。冇咁长嘅佢。佢嗰部叫佢嗰部短啲，但系升高咗啫嘛，就系、是、嗰款车啊，就系、是、嗰款车。其实机器底盘平台一样嘅，似啊。加长比位仪，漂亮，可遇不可求啊！可遇不可求。好，祝我哋好运啊！等我一声令下。转钱俾个大佬。好啊，有件衫嘅。阿子君，阿子君好惨，你睇短裤。你今天脸难以置信的样子，我们就出发要去买车。我们一出机场，就看到凯迪拉克月哥，我的好朋友哈、啊，他隐隐知道我，然后来接他大哥回家，所以在机场门口等我。我接到这个信息，好消息啊！个大哥开咗个迈巴克嚟接我哋我未试过买一架几有气场兰特二手车有咁高待遇嘅，而家有啲牛仔。大哥到了，大哥霸气，迈巴克接我，来上车。干了回广州问题不大吧？问题不大，我经常跑长途，真的，你放心吧。那是您的车吗？不是我朋友的，我是坐婚车的。哦，那为什么不要了？生意不是很好、哦，在我们上海都要新款的，最新款。哦，因为他家失货了。对，这种车忽悠不了人了。对，忽悠不了人了。是的，啊，这么直接。让我开回广州继续忽悠人。一铺唔收佢8000蚊，9999啊，最赚钱就呢架车。我们做事靠谱，我一直说的，我们上海人很靠谱的，全国各地最靠谱的，我也不说上海最靠谱，山东人。我们广东人也靠谱。也靠谱了，广东人就是二三十年前有点不。不靠谱，那个时候假的东西好多、哦。我加一下您微信：1099888888。你看这号码就知道靠谱。哇，你这名字上海婚车老法师，对，这名字不得了。对，我叫袁启聪。好，对对对，这个也是原来的那个政策才能上蓝牌，否则不可能。对，不可能的。那如果过户呢，就完蛋了、变黄牌还不是大问题啊？而且它报废，25年报废，这个太要命了。这个车是国一的是吧？国二不是国三的，就不是黄标的是吧？不是黄标、这个车是去上海随便进，随便进的，你想啊。我们以后开车来上海就开这个车。我坐飞机，你随意。不要油耗就高了，而且功率少，油耗跑长途不高，跑市区13。真假13？13呀，不高的，它是4.7北极星发动机，当时的发动机很好的。13个比我上次买那个纳智捷还省油。这个车你们租一天要多少钱？那个我2000，我10月2号的，租一次2000。最贵的时候它能租多少钱？最贵的像1118，我那天租了挺好的，1118那天我租了4500。最大金的你敢去？像你们那结婚用啥车？欢迎。最多就个奔驰就好了。哦，我们这里要高调，找个 S Class 就好了。
都是坐跟车的。嗯，我这改的迈巴赫。是，我知道你这个改迈巴赫后面那个是长的。哎，对。对一般不专业看不出来。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坐在后面就感觉那个迈巴还要长了、啊。有些人他就拍个标。真的迈巴赫也不是这个标啊。对对。对这个标也没这个标的。方向盘也不一样。新款的三速、哎。对对对，聪明。哎，懂的。哎呦，你这个是，哎呦，你很懂的，是。略懂略懂。嗯。马上左转，一定要斜的，角度45度出来。这个地方你看很陡的，你看到没？我看到了，我看到了。一定要斜的，我教你啊，你要这样子，嗯，这样子出来，懂吗？一定要45度啊。了解，是，嗯、谢谢。准备过户给我大哥，准备过户给我大哥。啊？哇，好深啊入边。尴尬的是，尴尬的是，尴尬的是。靠谱。谢谢。着车。廿几冇开。哦，爽着啊！哦。牛逼！牛逼！牛逼！牛逼啊！看一下里面。我操！我操！这里还有个电视、酒杯、这座椅、音响、录像带啊！我操！好高兴啊！这里面有灯吗？灯有，在前面控制的，在后面啊。好，我把灯关掉。我靠！那有玻璃啊！哦，好正啊！你看这些跟那个 GL8 是一样的，这些都跟 GL8 是一样的，这个老美式车的那种感觉，太带劲了！我操，这车太带劲了！我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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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冇第二个劲似一屌？我觉得感觉比那个法国总统到家牛逼多了！我操，这什么东西？你看内饰很新的，是。那这个防弹玻璃，啊，有暖气吗？什么都有，但是现在没有，是水温太低，什么都有。好，倒倒倒，倒，倒倒倒，快一点啊！这动力很大的，动力很大的。这个是什么？就是开出去的时候喷坏了，路上会掉哦。不会掉，车子卖掉了啊！车子卖掉了啊！我给他还台湾插麦椅，这是我开过最大的一个前驱车了。嗯，布局还挺清晰的，这车，嗯，干爽的，干爽。尾款收到了，我现在就是闲鱼你确认一下就 OK 了，你老板就开走了，合同都签好了，你放心吧，我办事靠谱。都几靓个车，这风还要令我吃惊。搞掂了，出发了。哇，你上唔到。好，慢一点，再过来，再过来，去，哦，很好，喷了一点点，相当好。好，再会，再会，再会啊，一路平安。好。这富豪呀，又系佬。哇，开心到佢，唔该，今晚瞓唔着觉啊，只。哇，呢个度颈都似翻东嘅，嗯，嗰首气宇轩昂。你好傲气啊！今年拜山要翻揸呢架车翻乡下。我操！咩事啊？冇，我争个咩啫？吓死我添！嘣一声，你一定要时刻提醒我架车好长啊！哇，但系真系爽到，哇，好力度啲力水，嗰啲咁嘅大排量，有冇刹车噶？有，停到嘅。嗰啲气宇轩昂，唔系但系好戇鳩喎，人哋望我都系，喂冇可能系私家车自己揸噶嘛呢啲车，但时刻要不能忘了，你否则拐一个弯，因为转向半径实在太大了。首先它前驱第二个咁大，啱先佢打晒嗰手太嘅车好似都唔喐嘅，转弯都好似唔喐嘅，呢、這个轴距腿部空间仲有一人公尺，多少长啊？几多拳啊？我瞓两个我喺度咁样瞓喺度得啊？我哋去玩大晒啲僆仔喺后边索，开心死啊！僆仔，车就系要买啲有乐趣、开心嘅车。我哋今朝早九点几嘅开会，到现时即刻坐波音777过到嚟，一落机开住迈巴赫起提总统座驾，呢次系美国总统座驾。这个车况是比我想象中还要好，对，一打就找二十多天。这个车况真的牛逼，牛逼 ！C 六都不行啊 ，C 六都要推啊。不过这个车放心，不用推的，因为推不动。流下了欣慰的泪水。事实证明，
美國係應該係比法國強大少少嘅，睇車就知嘅。但係你話如果係從架車嘅本質嘅角度嚟講，從技術含量嘅角度嚟講咧，嗰架思路係複雜㗎，係奇思妙想嘅。呢架車就係大力出奇蹟嘅啫，大力飛磚嘅啫，簡簡單單，正宗海迪拉克呢啲冇得傾啊！你哋兩位開路虎鳩屎啊！我㗎，揸撐凱迪拉克。哇！你哋啲避震，你睇呢手震動過濾。我操！嚇死我了！这刹车还蛮不错，会有迟滞的呢，它会还好还好，真的还好，比我的房车要好。留下了悔恨的泪水。好了，这个弯是个大考验。他见到你的头见不到你的尾。你的尾盒找个人怼了我的尾，我是完全没 feel 的，我跟你说。卡仔，你怼死你事啊，我不知道的。哇，这些车被人追尾不怕啊？几耐未追到上来啊？你现在调转错啊？是啊，调转错。我啲车震好嘛？好啊，好啊，咁玩噶嘛啲车咩啊？啲车就系咁玩噶嘛？真系噶？梗系啦。吓？点玩啊？你靠我啊！使拣玻璃咁咪捉碎咪蠢咯？点玩？真系噶？梗系啦。你系咁噶？唔系，你睇迪拜嗰啲酋长系咁玩噶嘛？真系噶？系啊，系金丝猫。猫都蠢啲嘅咩？金丝猫啊，金发女郎啊，懂唔懂？我唔懂啊，真系唔懂啊，我个人。真系稳，真系稳。连啲杂声都冇啊！死唔死啊？你话你睇啲机声好听到，哇快到八十六，啊唔好快，八十公里就屌，我以为自己好快，差，我以为我一百多啦。前面湖州方向，我哋叫个长三角最正嘅一间宝藏级嘅面馆，我哋而家去食下，我再推介一次，莫斯。文人面馆呢度入去嗰个餐厅咧，讲紧有三百年历史噶啦，包括入边嘅建筑、门口嘅呢嚿石都系文物嚟嘅。呢个老板系我大哥，好兄弟嚟嘅。今日就带大家探馆。一碗明熙解乡愁，两百年的这个水哇哦，这个房子三百年的历史了，对，这个房子。包括这边也是吗？都是的。哦，呢度值钱嘅呢个面馆咧，唔单止系间屋嘅本身，包括呢啲瓷画，十六年清朝。哦，都系清朝。正朝。都是文物啊！你几时见过间面馆系咁有设计感？系咪先？态度不得了啊！你睇下呢度嗰啲水滴落嚟。系咯，系咯，系咯。每一个位都系精雕细。有细节嘅。每一个位都系精雕细琢。这块石头就是那块镇店之宝，对，是的，就这块石头是吧？对，是的。镇店之宝要拉个屏风，我们熟一点说价值的话，说是三百多万啊，这块石头啊。呢啲咪真系中国文化咯，我哋有时会去到外国人嚟啲餐厅，好有当地文化嘅地方，咁我哋都会有。你话佢古得嚟咧，又冇古宅嘅嗰种阴阴森森嘅感觉，其实我惊古宅嗰啲阴阴森森嘅感觉嘅。但呢度冇喎，乾乾爽爽，又有現代建築嘅嗰啲味道入到去。我依家我住我都可以接受。哇，好多菜啊！係閃，我不說了，先吃啦。嗯。哇！唔知點講。哇！哇！外脆內軟喎。外邊呢層係脆嘅，跟住入邊咧係嗰啲。糯嘅啲感覺，係啊，軟軟糯糯嘅。完全唔似食豬潤嘅口感。好食啊！我未食過咁好食嘅豬潤糯。豬肉呢嚿嘢真係，你睇嗰嚿肉係溶噶。嗯。佢一啲都唔會肥，唔會肥你。一啲佢只有甘香。嗯。嗱，即係叫焦土，呢個焦土很難搞。嗯。要將嗰啲蟹肉剔曬出嚟，跟住再加埋啲蟹籽，咁樣食，咁樣食。哇！發暈佢香到，我哋唔好睇佢好似好清淡，嗰嚿肉配個面啱啱好和味嘅，真係啱好和味嘅。吐血推薦啊！而且不僅是吃呢個面啊，然後真係好似去睇一個建築嘅博物館，睇人哋啲收藏品，然之後順便送你一碗面食，食一住面，簡簡單單廿零蚊碗面喺度坐住，所以真係大腳就大腳。嗯，真好味碗面，有沒有驚喜？怎麼樣？大家覺得還行吧？再一次严重推荐啊！来平湖玩，就上海过来就一个小时，很快。我们继续出发，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半。恭喜，千五公里了啊！食饱开工了，来开工。我操，这个倒车影像可以。
妈的！我操，要掉头啊，惨了，这下。这个地方够不够掉嘞？应该够。我操！真的不够。你的，这下。死得啊！真系咁嘅，照翻半径，大过架巴士啊！你老味，真的比个公交车还大。十字路口掉头啊！这个十字路口掉不过来，我操！你看这个车双向都唔知几车头啊！你老味，真系。美国总统驾驾来我手上的第一次加油，加九八还是九五？加九二，不能对他太好。另外加满，谢谢。才500块钱，可以的。1415公里，14小时42分钟就到了，很快就到了。为了防止有异响影响我的心情。Lonely, I'm Mr. Lonely. I have nobody. 要疯了吗？For my own, I'm so lonely. 他真的跑偏了吗？等一下歪了，歪了！什么破车我没见识过啊！我怕你个球啊！是我们吗？是吧？没问题的，走。I'm so lonely.Mr. Lonely， 什么？零 engine oil left， 没有机油？保养灯亮了，问题不大。因为美国车它是 level 啊，不是那个容量的问题啊，它是那个寿命的问题。99%就是99%的那个油的寿命，发动机油现在是到零了，就要马上保养了要。问题不大，没问题。I'm Mr. Lonely.I wish that I... 好了，加个油啊！我看一下那个油耗，现在是换过来大概就是100公里9个都有，还剩921公里，1415，921，哇，很牛哎！500公里还剩3个油啊！哇，这个车够升油咋？靠靠！好啊，到我坐车啦！这个车真系停喺身就美好嘅啫，坐喺度省省声嘈嘅。哎呀，点讲咧？屌你，你俾我全台 set 过嚟，所以佢要系咁样摊住。就舒服了，或者是拱坐都是舒服的。这些灯都要给大家看一下咯，这些酒杯，这些冰箱吗？这边。你们通常看戏这里一打开有只手在右边的。这个电视机是被人玩刀戒烂晒的。真的是谁那么深受大幸啊？哎，可以闩了个窗，跟着我鬼叔他就听不到了。哦，那里还有一部电视。地板的亮度啦，车顶灯的嗰个光度啦，可以调嘅，冷气啦，暖气啦，犀利嘅系咩咧？呢啲嘢全部都冇坏嘅，部车里里外外，包括行驶功能啊，包括后排嘅功能，全部都仲系得嘅。因为你知道架车跑分令啊，大哥讲跑分令嘅最紧要唔可以今日期表败絮其中噶嘛，开嗰阵嘅架车要系稳阵嘅，坐要坐得系企利嘅，起码张地毡都要系干干净净。呢架车咁样嘅价钱咁嘅价值嚟讲，我觉得就几你可能。唔识欣赏，但我觉得人一世物一世，乜都要试一试啊！咁大只猪乸啊，系咪先？老虎都上去砌一砌啦！而家已经系凌晨3点钟啦，唔好怕啦，瞓觉，熄灯，睡觉。哎呀，他妈的，这个座椅坐得我腰酸背疼。什么车真是？如果拜登的车是这样的话，哎，唔好精神的。现在发现有瑕疵也退不回去了。好，出发，走。嗯，我刚刚发现了，这里可以变公里了。这一次我第一次在白天看到这个车的那个模样，好不好意思，兄弟，我现在把你的功能一步一步发掘出来了。九二加满，谢谢。还剩419公里，我上次 cross 这个图的时候是921，也刚好500，所以这个车是1块钱1公里都不到。你他妈很过分了，你让很多车。颜面扫地，你看这个油耗，
旱不旱言辣子杰兄弟，我记得辣子杰那个油耗是17-18的，很离谱的。这个油耗才10个油，同一条路，关键是不要说哈，都是走广西，江西过回广州的，同一条路哈，你的油耗居然比一个美国总统座驾大了差不多一倍，你怎么做到的？四缸刚少了一半，那个车才4米多，5米不到嘛，这个车7米多嘛，差了2米多。然后马力，哦，马力也一半了，马力也一半多一点，而且这个年纪比你老啊，这个04年的车，那个是10几年的车，12年的车，差了那么远。本来我还想替这个旅程让辣子杰证明一下的，现在我发现烂内裤不上班了。改成什么？改玉皇大帝号啊！哇，我系正八咗嘛。又啱啱冇话唔俾摆桶啊，冇话一路行车唔俾一路洗脚噶。跟住我哋去足浴城请佢条技师出，摆喺公司门口同事福利好唔好啊？绝对得啦！我哋拉换告够我咧。好啦，我们到广州啦。哇，好逼！成件事用咗24个小时。然后这部车是所有总统座驾里面最长的一部，最大的一部，所以同事都很期待他的那个大驾光临。所以回去之前呢，我要找个地方先洗一下车。能接待这个洗车的，我必须打电话预约。Premium 像吃那碗面一样，必须要高档。我给大店打电话说，我预约了好，给大哥好，你会走上你老发好，给你改车。喂喂喂，钟哥，钟哥，我哋而家就到啦，转个弯就到啦。要等呢阵车过晒先啦，如果唔影响到人哋交通。唔系，等呢阵车过晒先。小心。好，我看到。好。你干嘛？我操！你睇下呢啲吸盘，每一个吸盘就代表一个幸福美满嘅家庭。你呢度个博口死得咯，加啲灰后过你块面。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这个车原来是真皮的，你过来这边去看，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皮一直连上这里，整个顶都是真皮，应该那个皮坏了，他就把那个皮揭掉了，然后再做这个车顶。所以呢，他必须把那个车顶补皮补齐。他们这里起码打了8桶粒子。你看，我敲一下。石头不坚硬啊，你听一下声音，石头一样的，不同的嘛，靠谱，气场就是不一样。那必须的，拉满了，我洗干净了，这个车就的俊影翻彩了呀。你终于从东方明珠来到小蛮腰了，在广州过上好日子了。在厂部被人搞到轮亲们作用，在厂部走街。你不用再去跑喷性了，你属于自己的大喜日子来了，你都是助兴人家的大喜日子，今天就是你的大喜日子，交到我的手上，我会带你去大风车的这个表演场上面实现你的价值。哇，你正啊你！佢震紧啊，你老尾啱先出发嗰时未震嘅，而家震紧啊，冇得缺光啊部车。我就担心这台车不来他的，现在担心的事情发生。你不要老是想制造一些节目效果，不是那种人，我主打就是一个真实，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对吧？我不能故意黑你啊，对不对？油耗是好，对不对？动力又好，要底盘又整，相当靠谱。所以接下来我对他很大期望的，我有很多想法会在这上面去实现。你要给我一点启发，想看什么？想玉皇大啊，不，那个凯迪拉克 DV 总统版。做点什么，你要告诉我，我和他商量一下，然后强迫他做。回来了，回来了。等我回去贴翻条质管机，咁咪好丑。要把那些东西要搞好，要不很丑。没事啊，亮瞎他们的眼。你睇嗰啲，喂，屌你，欢迎的人群已经在门口了，你我操！哇
我操，这真是可以啊！同事们辛苦了，同事们辛苦了，当上了一个总裁，得是你呀、啊！够不够钱？豪华货物接送座驾。全新一代的总统座驾就咁迎娶咗翻嚟，好明显各位同事都好满意。揸完啦，试完啦。